今天和朋友一起到沙漠奥莱来采购，今年月底我会回中国，我想买一些礼物送给国内的亲朋好友。奥莱的东西呢也是非常的便宜，一些大牌在中国买都比较贵，在这里折扣很高。你看这个拉夫劳伦 Polo 的东西都要打折到40%和50%，用中国的信用卡买东西还可以打8折。这里鼓励中国游客来消费。这里很多大牌 ，Prada、拉夫劳伦，还有中国朋友最喜欢的 Coach 包包，在这里卖的也，他们都说叫白菜价，大白菜价。沙漠奥莱建在一个靠近山脚下的一个沙漠中，这里气温白天气温非常高，晚上的时候会有些凉。有时候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有认识一些好朋友，就是他们做代购，然后我跟他们一起，他们说你跟我们一起学做代购吧，这样可以赚一些零花钱。然后我们会每个星期到这里来采购一些衣服，包包卖的也比较多。确实是有时候这里的拉夫劳伦的裤子在国内都要卖1000多块钱，人民币，在这里只要几百块就能买到，所以我们会帮国内的朋友们做一些代购的工作。这个沙漠奥莱的客源非常丰富，我记得第一次到美国来旅游的时候，我是跟我姐姐一块来的，我们跟着旅游团，就是沙漠奥莱就是一个景点，那个导游一定要我们花100美金，每个人要掏100美金才让你到奥莱来。当时我说了，我正好我这边有朋友嘛，我说我要跟朋友一起去，我可不可以就不跟你们旅游团到奥莱来了？他说不行，他说不可以的，他说你要是不交这个钱，就把你扔在马路边上，扔在外面，不让你进来。就是一个比较霸王的。天想给自己买几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穿穿吧。之前在餐馆里打工，每天都穿着工作服，都没有机会穿漂亮的衣服。我想买几件漂亮衣服回中国穿。我进去看一下。之前做代购都是给别人买东西，然后每次来奥莱都是非常紧张的，因为要买的东西很多，还要做直播什么，今天给自己买东西就很轻松了，随便走走拍拍看看，喜欢的就进去看一眼，
反正也没有什么，没有压力了，只要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买吧。奥莱这里每天的人很多，因为它是有旅游团过来，旅游团拉的每天拉很多游客到这里来采购。好多名牌店，CK衣服也很便宜。每个游客到这里都是大包小包的买回家。这个沙漠奥莱，品牌非常齐全。你想需要买什么牌子，在这里都能，都能找到，都能如愿以偿吧。而且款式更新的非常快，几乎你要是想找一年前的款式，或者是半年前的款式，这里都没有了。不像别的小的奥莱，它一年前的款式在这里还能找到。这里的游客都是拖着箱子来买东西。一会儿去托米看一下，托米的衣服我还是蛮喜欢的，很休闲。一会儿进去看一下，继续走，继续看。这个奥莱的中国人特别多，看到他们都是Coach 包一买买多少个的那种，很开心能看到我们中国同胞在这里。奥莱特别大，它分三个区域，每个区域离得都很远，所以有时候要买比方说要买一个阿迪的鞋子，我要跑到另外一个区域去，所以一天跑下来是很累的，非常的累。去蔻驰看一下包包，一会儿去巴宝莉看一看。MK
我们开一会儿要去看一下。